我是哥哥，今年12岁。我是妹妹，今年9岁。我们一起入侵站。觉得你最印象深刻的一句歌词是什么吗？那代谢不住，因为它很好听，有很有节奏感，过后又很庄严。你会觉得很难吗？学紧张演绎？不会，因为和我可以看住哥哥，如果我忘记的话，然后和我就慢慢记得了咯。在法海中，他们年纪最小，和慈济的缘却开始最早。从小就爱跟着妈妈做好事。爱心宣过去。你不会害羞吗？出来这样子。会。会，为什么你还要出来？因为可以帮助土耳其哦。演艺共修，同样紧跟在旁，耳濡目染下也走入了进藏。觉得他们也有进步了，而且就是他们的小种子都会说，哇，他们帮很大的忙哦，因为可能小孩子嘛，就比较容易记东西，而且他们坐在前面嘛，说别的师姑啊那些可能就会看他们的手上哦，就快点跟着上这样子啊，所以他们就很像那个小种子在前面给你signal这样子。把握好姻缘，启蒙善根，未来无可限量。大爱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。